在慈济志工的讲解下，海巡署官兵认识各式各样的环保科技制品，大开眼界。有那个毛毯，然后跟包包、衣服之类的，因为不知道那些塑胶可以做那么多东西。50多位海巡署官兵参访花博大爱馆，对宝特瓶回收再制产品印象特别深刻。从回收到裁解到分解到再利用这一块是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。衣服才会掺杂棉，哎，对对，真的触感，这个没有，这全是纯的。深入了解，才能在生活跟工作中实践环保精神。每一个人只要能做，啊，尽自己的一分心力，这维护这个地球的纯净是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。不止海巡官兵，一群由实业家夫人组成的联谊会也特地来参访大爱馆，看到先进的环保科技，非常赞叹。我想世界上只有我们大爱可以做得到。如果有更多的团体像大爱，那这个地球就有救了。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对环保的这个议题能够更关心，那所以带他们来这里参访，希望也能够实践在他们生活里面。透过展示、示范、解说到亲自触摸、动手做，把环保精神带回工作岗位或家庭，就能对地球有帮助。大爱新闻张国丹、林欣宏，台中报道。